殡仪保障所，哎，知道啥叫保障所不？还真不知道啊，干啥的？衙门嘛，那新成立的衙门嘛，回头你给咱行个大房子啊！行了，我就在这给你撇了，下地了。那就开张的时候你来捧场的啊，妹妹。那行吧，那就回。哎，瞧他那神气样，我觉得他才飞起来了呢。啥是个保障所？ 啊！我咋知道？狗日的，想把衙门搬到村里来了。招鹏，招鹏！哎，这啥嘛？这是呀！你闪！不敢碰坏了吧？闪！啥东西还金贵的？接一下嘛！你呀，你看你，不敢碰坏啊！小心小心啊！打！哎，儿子，来看，看咱穿的啥？好看不？好看。 呀，我说啥都知道呢。哎哎哎，大，你穿的这叫啥衣服嘛？官服嘛。官啊，这叫啥？这叫相约制服，真正的官服。你看他们组长哪个穿制服呢？当大官了吗？哼，你当官了？你看总书咋跟你说的吗？那培训不就是当官吗？还要行个地方叫，那就是衙门吧？叫啥？第一保障？哎，对对，你看第一保障所那咋？你看。 你看，就这，我问你，啊，是田福贤让你当的，啊，咱不干，辞了。哎，大，那咋能辞呢？人家不是赔礼道歉了吗？再说这官是人家给咱行来的呀。小心点儿，田福贤把你当了一块肉，狼来了迟早把你抛出去。哎，你说啥？大，哎，这就可以放臭了吧？这个啊，放个屁！ 这啥？啥？我爷不让你做。不听你爷的，你爷糊涂了。认识写的啥不？不知道。第一保障所，念。第一保障所。哎，好啊，走，跟他行个地方去。走。打保障所是啥？保障所那就是打的衙门，管十个组长的地方，知道不？ 知道了，哎，以后你就拿着刀往门口一站，看他们谁敢欺负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哎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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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恭喜
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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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少东家，路子里满村子找你，找我干啥？吃饭去。他那保障所不是开张吗？9个村子的族长都到了，就连田福贤都来了。跟官家混，最后倒霉的肯定是自己。我才不去凑他这热闹。那鹿子霖是好伤疤忘了疼呢。嘉轩哥，哎，你还真在这儿呢，我找了你半会。哎呀，弟妹，啥事儿？哎，子霖的保障所开张嘛，将我请你去了。哎呀，我这儿也是有事儿呢，我跟子霖说了呢，我去不了。哎呀，去吧，再说你不去，他不开心嘛，好不？来嘞，来嘞。组长，哎，这咋镇着了？八路村组长白嘉祥到！刚从吃个饭敲啥锣呢？那我让他敲的嘛，这叫个迎宾锣嘛。你干啥去了？就等你呢嘛。哥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嘉祥，嘉祥，过来，把嘉祥来了。哎，福建，咱开始了。
可以吗？开始吧。开始之前，我先送你个礼啊。这按说呢，应该是这个物归原主嘛。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呀，那今天这日子。得让他在你的祖坟上响两声吧！哎呀，你这说啥呢？这啥？贾谦，说，是这啊，贾谦来了，来了。陆子霖有今日也不容易的啊，这是多亏了咱田总相约栽培。来吧，兄弟们抬爱吧啊，啥话没有，咱是不能辜负这个何县长的信任。哎，一定要在咱田总相约的领导下，以后就是啥呢？就是为乡亲们好好服务嘛。那咱开吃，吃，开吃，开吃。哎，不要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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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相约还管那么多？这我可就不知道啊，还管着组长呢。有吃的咱就跟这吃嘞。贾轩，一个相约管十个组长，你是其中一个。我这看贾轩兄弟还不明白这个相约的位置到底是个啥？是啊，我来跟大伙儿解释一下。这个皇帝下台了，前朝的所有的行政机构就通通作废，啊，原来的这个县令呢都改成县长了，县下设仓，仓下设保障所，保障所的头就是相约，一个保障所管你们十个村。还行还行，我极力推荐子霖兄坐上这个相约的位置。我今天也不瞒着大家，我就明说了啊，就是因为他跟着我不二心，我田福贤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谁对得起我，我就是把脑袋掉了，我也要把他拖起来。呀，福贤，你看你说啥呢？哎，啥话不说，先干为敬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梁头啊，哎哎哎。啥田总裤头了？田总相约吗？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你行，田总相约。哎，对了，对不起，这保障所每月你那儿给钱吗？你问这干啥？哎，那得问了。那照这吃，这钱出在哪头了吗？呀，贾轩，你这么多好吃的还堵不上你嘴呢。那这田总相约刚才不是讲了？那这是一层机构啊，对，你上头你还得不能关照。一家，保障所呢是县里的机构，县里能不管吗？对吧？哎呀，那这酒就能喝了，子霖啊！哎，你这相约当得好的，以后嘛，每个月就叫这，让大伙儿吃一顿，就美着呢，是吧？没问题，每天吃都没问题嘛。对吧？这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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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，你这干啥呢？这是，这没喝呢就醉了。兄弟以前有些做法，你还是要有规矩。对不对？你再说就见外。你，我这还有事，我先走。酒还没喝，你啥事？黄牛寻犊子呢，我得陪他去呢。寻个犊子比我这事儿还……子霖，哎，来，都等你了。来吧。这放错子了，你看。慢点，打！田福贤把处子给咱还回来了。哎，那个火药盒子看不住了。你再去洗一下，回屋洗一下。哦。我去打那屋找。快把火药盒子。打！哎，咋？处子田福贤给咱还回来了。哎，咋？咱的火药匣子呢？啊，咋？啥？哎，呀子，咋？你咋把火药匣子给抱上了呢？现在能不能上我爷坟上放冲子呢？你当了个相约，惊动的全村而不说，连邻村的人都得来。我问你，这费用算谁的？你说啥呢，大？我明白着呢，我一点也不糊涂。你咋跟白嘉轩说的一个口气呢？咋能一个鼻孔出气呢嘛？我算看清楚了。
你这相约啊，也就是吃老百姓的，迟早乡亲们有一天会骂死你。你咋说这呢，大爷？到时候咱陆家能在这白鹿原上待下去，那就不错了。咱瞧不起你儿子，你说好了给俺爷放冲子吗？爱放不放的，反正你儿把官给你当下了，冲子要下了，反正也发达了。那不放就不放，你看不起你儿干啥？哎呦，我咋生下这么个祸呢？嗯，少东西啊，这么说你以后就归陆子霖管了？咋又冒出个相约来？我还听说，一到了晚上就有人往他家跑，手里还提着点子、匣子啥的。不用骂了，不过认我这族长更好，咱就踏踏实实种自个儿的地，那不就便宜陆子霖了吗？你当真便宜他呢？等着看呢，吃多少吐多少。咱这保障所成立了几个月了，啊。承蒙各位兄弟抬爱照顾，谢谢啊，谢。陆强，我这肚子有点饿了，啥时候有饭呢？你开完会吃吗？就想着吃饭呢。是这啊，县上来了新任务，叫各村清查田亩，加收人头税，啊。交税？交啥税？交啥税？也太多了，又是税呀。不是，陆强，各位。你是啥呢？他是这事儿。哎，司令。说来说去，咋又加人头费了？是不是挂牌那天吃下窟窿了？胡说啥呢嘛你？你喝县长的命令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要管，坐那。哎，各位，是这啊，公事公办，私事私了嘛。你自家兄弟事咋都好说呢？人这是官事嘛，对不对？要按县府的条例办呢，这就不是我说的。何县长说的嘛，再三嘱咐，那叫啥？执行革命纪律，建设革命新秩序。这那实在没钱咋办？没钱你跟他说，他想办法嘛？咋办？那要是想不来办法怎么办？对，眼下这青黄不接，去年秋天呢又遭了大旱，这村里很多人这吃的粮食都接不上新麦呀。就是嘛，那照你那一说，活人还要尿憋死呢。那要你干啥？你跟他说嘛，牙口硬一点，说去，明白不？回。咋说嘛？田福贤就没安好心，保障所就收税的衙门。焦农怎么还没闹怕他们？啥时候有官老爷怕老百姓？就算是怕，也是一时的。转个身变个法子就收拾你，那咋办呢？不凑这热闹，咱们罂粟果子收齐了，收齐了，晚上开好。哦，还有三哥，今儿晚上家里可能热闹，你替我挡一道。哎，陆三，叫一下组长。不叫是吗？大伙儿可都在祠堂等着呢。等啥嘛？等组长呢吗？那个我不是说了吗？组长害着病了吗？害啥病了？满炕在疼打滚。明天再说，回吧。三哥，嗯，火有点大，撤点火了。今天晚上是有风啊，照相吧。哎，要不然你歇着去吧。哟，您过来了，你来干啥？你这样熬是熬不出来的，我熬不出来，那就没人能熬出来。这胡掌柜教的法子，这是鸦片，熬糊了就用不成了。你咋知道？
我打以前就是种这个，我弟就是抽这个败的家，才要拿我换粮食的。没听你说过呢。那你先熬着，我先回了。嘉轩，你不该骗我说这是药材。没骗你，我这熬好了，真是往药铺送的，是药用的，流不出去。乞丐，你兄弟以前抽过这呢，从来没听你说过呢。丢人的事儿，说他干啥呢？嘉轩，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咱就种这一茬，再不种，还有，这是害人的东西，会让人失了心的，你也不许沾这个。我不沾，绝对不沾。我这熬好了，直接送药铺换钱。那胡掌柜是好人，他说了，直接用药。好，好，就是火候大。我就说先给你拿来一半，回头我再把那一半熬出来了。先坐，喝茶啊。胡掌柜，这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你问。那真是用来做药的，我还能骗你嘞？是药行，要是拿来弄做别的，我宁可把它拿出去埋来。咋？几个月白干了？白干，那也不能害人嘞。我就喜欢你这脾气，要不我咋让你种嘞？我得交给我信得过的人来。那就好嘞。胡生钱，哎，这干啥呢？哎妈，这料子是给您的。得闲了做两件衣服。扔钱扔钱吧你。哎呀，给我儿子把帽子戴上看看啥样。料子我给你买两块了，朝屋里了。哎，美得很呢。什么？哟，邵总营，回来了。你的？咋这么多呢？这是你该得的。不行，我只留我的。你让我的，我不能要。稳稳的拿着。那东西值钱着呢。这回咱可是发财了。晚上再回国。这啥味儿啊？这咋这么香？出去，出去！哎哎，你回去。谁？子林哥，我拍戏。啥事儿？哎，子林哥，你
你闻见香味了吗？闻见了，咋？那是大爷的味道。你不敢胡说，真的？我在外边抽，没错。天黑了，睡觉了。还没睡？刚吃完奶。 儿子，来，大小一个。哎呀，今儿这锅熬的好呢，胡掌柜的保准满意。你这学的倒挺快。哎，给你买的料子收起来了，当着妈的面都没敢拿出来。贾轩。 答应我件事儿呗。啥事儿？咱别再种那东西了，好不？咱种下的是卖到药铺去了，又没送到烟馆去。行了行了，明儿个送完这最后一批，我问问胡掌柜。 看有其他啥药材能种的，你自个儿没留点儿？你把我当啥人了？我才不懂呢！也不知道乡亲们要是知道了种这东西能换钱，会不会跟着学？能管得住啊？ 钱还不少挣，是啊，哎，挣就挣，哎，你跟弟兄们说一声，哎，有钱。那组长咋不跟咱们说的？人家自己挣，怎么能跟你说？那不你也知道，你也挣。是，呀，回来了，问问吧，啊，呀，小娟，回来了，嗯，粮卖了吗？卖了，药材也卖了吗？都卖了，挣下多少钱了？ 姑子，你干啥呢？你不干啥吗？你挣下钱，大家替你高兴呢吗？对不对？多少？看看，看看嘛！你呀，这么钱吗？呀，这么钱吗？呀，哎呀，你弄啥了吗？你替你高兴啊，家人。呀，这驾校是花了吗？啊，哎呀，弄啥嘛？赚下这么多钱了啊？这是，这我看谁给你起哄了？ 他妈的，咱们全村人呢！你们在种的啥？鸦片！这不是鸦片，我种下了，都是往药铺送的，当药材用的。那我们也种，不像，种多了就拦不住了。那凭啥？那凭啥你种药材发大财，我们就不行呢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也要种，往家装。 药铺子、抽烟素都是有数的，你再种多了，就只能往那烟馆子里送了。那你不要管，药铺还不是一个呢？县城不行，往省城送嘛，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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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个报，一个人赚啊。王春仁，哎，三哥，够了够了，再来点，好。
少同学，嗯，我今天一大早就看见白星、三老八，还有李寡妇他们几家人，怎么都急匆匆跑城里去了？到城里干啥？今儿个没大集呀。是啊。那干啥去了？妈。哟，你吃了吗？姐来了。哎，嘉轩，今儿村里怎么了？我怎么看好多人，就像躲瘟疫似的往外跑呀？少东家，每一家都叫到了，可是都推说家里有事来不了，他们都去保障所了。嘉轩，保证说又征收遣费了，还是让大伙儿种些那东西，多闹些钱回来。是吗？多闹点钱也能缓缓急嘛。那他都中了，咱可别想，对不对？就他一人中了，咱也得中下，对不对？咱也得一样。你看那天我怎么样把他冲过，把他逮着。你看那耷拉往下一扒拉，你看那银羊圆哗啦啦掉一身，眼红不眼红？眼红，眼红，眼红就对了嘛。眼红下来该干啥？住住住住住！我一定要让带头。我是啥意思呢？我是说要种，全村一块种嘛，对不对？有钱大家都赚嘛，咱不是别的意思，大家都挣了钱，我才有钱往县上交税呢嘛，对不对？这咱也不是跟谁比呢，挣钱是好事嘛，那大家一块种嘛，对不对？那还能一个人偷偷挣钱呢？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这还能吃独食呢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事咱就这么一定啊！大家先回去，有啥事儿呢，上保障所来找我啊！还靠大伙儿支撑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好。张路上，这么说，我们家也能种。哎，能种，能种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事儿靠你了。能种吗？哎，行，那行。我跟你们说，回去赶紧看家里值钱东西变卖了，换了钱啊！赶紧换种子啊！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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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走快走。他，在那给我借点钱没有？我没钱买种子，我也好，你先回去，回去啊！再说再说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哎，伟爷，你干啥去？哎，我没事儿，进城逛逛去。你也跟他们一样，买种子去了？我不买那东西，我不买那东西。你又没地。你把种子买下了，种哪儿的？我不种那个，我不种那个。呀，打，全上咱这议事来了。哎，民心所向是吗？白嘉轩这次做了一桩蠢事儿啊，急着想挣钱，可这次由不了他喽。对吗？种子买上了。我托朋友上城里寻的嘛，还就咱家买的多呢。明年这白鹿原上净开那种花喽，对吗？你把那钱都给三哥拿去，让他买啥了？是不是又去买大眼种子了？现在村里家家都种的，管不住了，咱那地也不能荒着。你不是已经挣着钱了吗？你不是说要拿钱修祠堂吗？
这都是造孽的事儿，你咋就不明白吗？咱种下的都送到胡老板那儿了，不往旁的地方送，我又不沾呢，操啥心？你这么骗自己，我能不操心吗？你被那东西迷了心窍了，嘉轩。你再这么种下去，真的就管不住了。再种一茬。你答应过我就种一茬的。就再种一茬。你说用那钱修祠堂，修祠堂。这啰嗦干啥呢？你上哪去嘛？应该快了吧？你说他这也真够累的，家里忙不说，还得帮着各家去找药铺的买主，图个啥呀？上次已经干过那么一回了，他不是怕吗？万一谁家把东西卖给烟馆，开了这口子可就收不住了。你们个人手里拿的牌子上写着县城、省城各家药铺的名字。上个月我整整走了一圈，跟你们都说好了，等再熬下药膏，就往这些地方送，他们准收来。谢谢家园哥，辛苦了。谢谢组长，受累了。组长知道了，不敢再送到烟馆去了。那肯定没问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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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好。组长，咋了？有人赌博了。啥？有人赌博。三令五申不让赌博，记不下是吧？给我绑起来！哎，放开！让我走！快说！哎，这，快！可以。
我就不在外头。叶青，我跟你说。干啥干啥？接着唱吧，咋了吧，家轩？听个秦腔不行的？这是秦腔了？那是啊，唱的都是淫词荤段，家家都有娃嘞，想让娃都听见了？给我赶出院去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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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，走，走，走，嘉轩，啊！做梦了？啊！做梦了，梦着白，白露。梦见白露不是好事吗？这咋会吓成这样啊？好像不是落泪。啥呢？组长！组长！躺下别动。组长！咋了？闹鬼了！张老八家闹鬼了！啥？闹鬼了！喂，喂，你咋了？咋了？咋回事？啥事？说吧，说吧，咋了？说吧，四哥，哎，程总监呢？哦，知道了。你看看，娘娘都被吸干了。出去，别进来，把门关上，外面看着，别让人进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跟他们说，有人偷羊，张老八家下狱了。这什么？啥？咋了？部长，咋了吧？咋了吧？组长，部长，看，啥组长？我是管组长的。啥？咋了吧？出去，出，是。啥羊呢？这是雪橇吸干了。老八这下雨呢。家轩，不会是真的有鬼吧？胡说啥呢？非得闹得原上人心惶惶。这看都看见了，你看见啥了？没看见，没有，啥也没看见。我的牙，两只牙又没了。哎呀，桑老八，到底是咋回事嘛？啊！别好了，啥把羊血吸了？看见没？狼，长着白毛的狼。我的牙。
夜漫漫，月影星探，灼痛那白鹭，白鹭莽决。Thank you.